那他就跟你讲到哪一区到哪一区了，互动式体验，这都已经过了、啊。好了，一，我们再往前面 ，Go， 要继续冒险。哇，这个是谁？鹰眼。他是谁？那蚂蚁要说了。猎鹰。那什么蚂蚁？爸爸有蚂蚁。哪里有蚂蚁？哎呦，怎么有那么多在地上？那小鹰会有蚂蚁。因为你有糖果，他要吃你的糖果。这个。